近日，有网友偶遇 baby 做核酸，并发文称杨颖来做核酸，素颜也太抗打了吧，好漂亮，身材好好，本人简直天仙下凡。从晒出的照片中可见，当天 baby 是全素颜出门，皮肤状态确实看起来很好。当医务工作人员做核酸时， baby 非常配合地张大了嘴巴。在网友晒出的另一张照片中， baby 头戴鸭舌帽，口罩遮挡得严严实实，一边等待一边低头玩手机。原来 baby 当天是一个人出门，身边并没有看到助理之类的人陪同。从远处看， baby 本人确实很瘦，鸭舌帽加口罩遮挡得严严实实，路人根本就认不出这个人就是 baby。 偶遇 baby 的网友还称 baby 本人皮肤很好，全素颜颜值依旧能打，被赞美若天仙。此前 baby 在录节目时做核酸，张大嘴巴，眼珠子朝上看，被不少人吐槽太做作。和私下相对比，baby 还是不面对镜头时更加自然。